树林，肯定有水，太好了！哇、哦啊，呦呼，我找到水了！炫迷传奇，一个苹果。炫迪危险，大家五楼合一保护炫迪，稳定环境，下雨天出事，林峰炫灯，绝地登场，林战去，迅雷破、大家坚持住，一定要保护好炫迪。淘气回来了，找到出口没有？没有。炫迪，淘气，淘气，淘气，快起来！来，快把苹果吃了吧。不用，这是大家最后一个苹果了，我还坚持得住。啊，炫迪醒了！炫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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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炫迪。这是哪儿呢？刚才地下溶洞突然坍塌，现在我们已经暂时安全了。炫迪，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，不过我现在肚子好饿，想吃东西了。炫迪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苹果，是苹果。炫迪，快吃啊！炫迪，快吃，快吃吧！蓝猫，快吃，蓝猫。这个苹果给你吃吧，你们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，肚子一定饿了。炫迪，我真不饿，你吃吧。菲菲，你吃。我闻闻就可以了，我不饿。真香啊，你快吃吧。巴豆，巴豆，你食量最大，现在肚子肯定饿了，这个苹果给你吃。巴豆身体好，绝对不用吃。哎呀，好饱啊！我们都是大人了，你是小孩，你吃吧。我知道，我不吃，你们也不会吃的。赔一人一份，这样大家都可以吃了，对吧？这样，我们把苹果分成六份。蓝猫，你吃吧。谢谢。巴豆，咖喱。炫迪。炫迪。巴豆，你胃口大，这个也给你。可是我已经有了呀。看来炫迪还在生我的气呢。那你看谁没有就给谁吧，随便你处置，去吧。对，淘气，给你的苹果。大家快吃吧。吃了这苹果后，我顿时觉得神清气爽，全身充满了力量啊！嘿，嘿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鼓作气地冲出去。好，好吃吗？舒服啊。重见天日的感觉真好。可爱的龙骑团，我又回来了。你到底是土狼还是外婆？你说我是谁呢？少废话，土狼，看我的金刚诀。七团，今天我不会怕你们了，因为我有老板给我的秘密武器——无敌沙化弹。土狼，你的新武器也不过如此嘛！
待会儿你们就知道它的威力了。哎呀，我的脑袋，我的脑袋！哎呀，巴豆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没事吧？看我的，平地惊雷！兔狼，你真阴险，出招都不打个招呼。这下你知道沙花蛋的厉害了吧？啊，我的腿怎么动不了了？哎，看我的！啊，咖喱，咖喱！看来土狼这个新武器不好对付呀。解决了三个，就剩下啸天和极地了。土狼，你这个大坏蛋！无敌沙花蛋，烈焰猴！啊，淘气，保护好炫尼！极地收！淘气，你保护好炫尼，我来对付垃圾王。你好。你放开我，我不要你保护我。新武器真是太好了，龙骑团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小天加油，加油小天。蓝猫，你也有今天。土狼，你，有了，我们可以把垃圾王引到这个坑里来。有办法了，狒狒、巴豆，注意，我们一起配合，抓住土狼。收到。烈焰猴，无敌沙花蛋。还有什么？使出来吧，我蓝猫是不会服输的。你还敢嚣张？看我不给你点厉害看看！来呀，来呀，有本事来抓我呀！蓝猫把关键任务交给了我，来吧，林峰，你受伤了，不过我们一定要顶住。这算什么？啸天真是太顽强了，龙骑团的战士不能放弃，我一定要坚持。来吧，垃圾王，只要你过来，我就……巴豆，做好准备，我要开始撞垃圾王了。哦，收到。看你往那逃！我还不能倒，得坚持。垃圾王就要到陷阱边上了，我一定要支撑住。这新武器也不过如此嘛！不怕你往后躲什么呀？蓝猫，你躲也没用，看招！蓝猫顶不住了，我要去帮忙，放开！炫迪很危险，不能过去。我要去，还有危险，你放手！哎呦，蓝猫，炫迪，给我回来！机会来了，巴豆跟上！土狼大坏蛋，大坏蛋！住手！啊，炫迪！菲菲！炫迪！啊，菲菲！啊！没想到这是个陷阱，炫迪，多亏了你呀！我，无敌沙花蛋！炫迪小心！啊！蓝猫，你没事吧？炫迪，淘气，现在情况紧急，你带着炫迪离开，我们来拖住土狼。不，我不跟淘气走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。淘气。好，你们自己也要当心。放下我，我不走，不走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放开，放手。想去追炫迪，先过了我们这一关再说吧。放开我！无敌沙花蛋。蓝风、菲菲、巴豆、咖喱。炫迪，别看了，我们继续跑。
这淘气和炫迪跑得挺快嘛，一会儿功夫就跑这么远了，我必须马上追上才行啊。看来你们还是不死心，我就让你们彻底沙化吧，无敌沙化弹。不行，我们必须快点离开这儿。我跑不动了，我好饿呀。炫迪，来，炫迪，快把苹果吃了。不要，你滚。来，吃吧，吃了才有力气跑啊。你怎么还有苹果？你没吃你那份吗？我不饿，没关系的，快吃吧。淘气，你，你们跑不掉啦。你干什么？土狼来了，我去引开他，你赶快走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你必须想办法走，激活水灵珠，恢复水之源的环境，这是你的责任，快走。淘气，一力登场。居然还自动送上门来了。淘气，蓝猫他们四个龙骑都不是我的对手，就凭你一个人，你觉得能够打败我吗？土狼，废话少说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你就休想抓住炫迪。淘气，以前是我太任性了，我没功夫陪你玩。淘气，你真是太碍事儿了，我要抓的是炫迪。我不会让你抓住炫迪的，炫迪快跑！淘气，我错怪你了。快跑啊，跑得远远的。无敌沙化弹。淘气，炫迪快跑，跑得远远的。原来淘气一直是爱我的。炫迪快走，快走啊。好吧，我们快点吃完，蓝猫他们还等着我们呢。炫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趁龙骑队员熟睡之际，独自一人出去寻找生命之水。他能顺利找到吗？请看下集。